这个全系统完了之后，把它关掉就可以。关掉，然后这个这是保存刀具固定。然后这个地方要去。你怎么接？你又不想，这个。这叫是。这个叫主，就是 master 的型号，然后三轴平板，嗯，或者是三轴平板，嗯，就保存，然后起个名就行了。对，起个一二三，然后保存到桌面。起个名儿。什么格式 ？MMG。嗯。然后完了，这就完了，在这桌面上就可以打开了，智能文件。嗯，这是三轴的路径是吧？对，三轴的路径。嗯，明白。好嘞，完事儿啊。暂停。